我们那天不是杀了这个？对啊。啊，阿查周嘴，当当拔下来，看起来差不多嘛。你看厚度，所以我们就撩冷霸后啊，教大家自己 DIY 换喇叭。拆下来，你这个旋边已经不见了。对啊，它已经不见了。酷，专业师资，有了嘞。你从头学日文，勇敢开口说。有了，可以了吧？蛮不错的吧？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比，我的白色的车子好久没出现了。我们那天不是杀了这个？对啊。我就杀了两颗，我以为前面跟后面是一样的，啊，后来当当拔下来，看起来差不多嘛。你看厚度，哇，差好多、哦。厚度有差。这个是杀的吗？对，这是杀的。嗯，没关系，反正厚度就不管嘛，先应该上得去。我跟你讲，电线是一样的，可是位置脚不一样，一样是三只，长一卡啊，差多少？所以我们就撩冷霸后啊，慢点，我刚试起来，喇叭是会叫了。我们来换这个好了，耶，拔开了，它没有什么东西，它只有这个喇叭这个外环，啊，把它用起来就好了啊。我们贴不用贴一圈吗？不是，我们等下好像看，搞不好还可以啊。这到时候我们去买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，外围有没有这个？我不会想这个叫什么，那个圈哦，我们去买。那个两个坏，我们去买两个。啊，到时候这个就要清干净，教大家自己 DIY 换喇叭，修理喇叭。好、啊，不是用这个，这个收起来。啊，现在声音听哎，我先我家笑一下来，听起来就噗噗噗的声音，它就有那种嚓嚓嚓嚓破掉的声音了。李彦秀对此表示，朱立伦向来关注我们中国。我们先去买，因为买回来就可以试的嘛。插头不一样可以改啊，结果不是啊，位置也不一样，这锁点都不一样，位置也不一样，对，都不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，大小差一点点。东西来了，来了，没有，买新的了嘛，怕买错，我们就是多买一点。我等一下把这个都把它清干净，这个胶啊，原本的这个烂掉那个、啊，嗯，把它清干净，把这一个粘过来。还要用什么粘？得搞啊，两年的话，白胶啊。白胶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接近完一层的胶，把它拿掉。你拿工具清啊，用指甲干嘛？用那个。祖传40-50年的，我指甲最好用啊，清干净，等一下就是把它粘回去而已。这个叫什么？悬边，那个悬就是悬疑案那个悬。啊边呢？旁边的边啊。旁边的边，啊这样一个多少钱？100块左右吧。那、啊、你买几个？6.5的，跟一个好像是5的，都买了。所以是寸吧？用寸的，它是用寸的，啊因为它破了就会声音就会这样。我上次不是把这个拔起来？嗯，啊，我想说我一样开车，这个拔起来开车，它会亮，车门会关。所以你要先把这边拔掉，对啊，再拔这个。耶、yeah ！拆下来。这个悬边已经不见了。对啊，它已经不见了。这边就是今天环保材质，整个消失了。我把这个盖子拔下来。对，下来。我用 Hooky 啊。不、哦，这个好环保、哦。稍微压直，应该有看到吗？我这样往下压，是不是就有重量？这样就压到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。这样压着，让它全边有稍微有重量在压着，这样就可以了嘞。
这么简单哦？那我放旁边一点好了，才不会去影响到巨哥的工作。我们桌子给他弄脏了，就太脏弄的，你看。啊？擦一擦，比那 A 门的桌子干净那种。所以你在玄边哪买的？我上网找的，小米就很多了。我们要找最贵的，找一般大概八九十块、一百块那边而已。尺寸就是这边到这里，嗯，我是公分嘛，对，这样是17嘛，对。啊，我记得这个是英寸的嘛，所以除以2.54，17除以2.54，大概就6.5的，嗯，对，这个就是6.5的这样。其实留着应该，如果万一有遇到了，应该也是可以用的。啊，一次我都买两个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八亿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凯丽。悬边这就比较小了，这就比较小颗了，是吧？哎，它的悬边是好的，前面都好的啊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可能前面的水比较不会进去，这前面都好的，等装好就知道好过后啊，不后啊。好了，修理好了，这是我们修理好的。那天跟泰山我们也用得很辛苦的，有没有？现在就不会了，你看，哇，哇啊，这是原本的好的。欸，我觉得材质不太一样哎，其实有点看它型，刚刚有点宝丽龙，我不会讲那种材质的感觉。嗯，它这个有没有上下左右的？有没有？它是固定的，就插去而已。像这个就有分了，开口，哇，要几卡？对准，装回去而已。啊，这个是有，有没有？七六 K。看的话，哎，帮我扶着好了。它是三颗螺丝而已啊，这边一颗，上面一颗。我发现啊，如果门这个装上去，这个没装啊，车子会没电。为什么？它会一直觉得你没有关门。对，它那个会偷偷的亮灯。好啊，这插头插去而已。好的，刚刚说没电是这个，对，因为它这个顶不到这个，它要顶一半而已，少了这一个啊，这个一开它就亮灯，来这边就等了哟，来坐等了哟，那边。欸，我就气囊那块的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弹出来会把这个都打爆。这边有个空框，你有看到吗？塑胶，对，中间那个就是弹出来的。我先放下音乐，你听一下好了。不，专业师资有了嘞。你从头学日文，勇敢开口说。有了，可以了吧？完成了。你说很严重吗？我是觉得还好，可是那个对我们会一个爱车人士，我觉得蛮讨厌的，就是会这样噗噗噗噗噗，啊，声音不能太大声，不然那个很明显。那先换了就好了嘞。就是我们的悬边，啊啊，你说这个材质有点像，我你拉一下，我觉得像蛮像橡胶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橡胶？这个是橡胶啊，原本那个好像有点像海绵还是宝丽龙那种感觉的。海绵有点像海绵。海绵的，对啊，这个搞没办法，因为它是连住的，它在。弹的时候，它就靠这个有张力，它就这样咚咚咚，有没有？这样弹弹弹，刚好教大家用这个。欸，其实那换喇叭也可以啦，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换呢？最早它原本没怎样，我们就换掉就好了。为什么不改？原因就第一，它老宾士的原汁原味就把它留下来，蛮不错的吧 ？OK， 完成，耶！啊，这是自己 DIY 的小技巧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好 ，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八亿金库。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，再偷偷放一下。哎，终于有那种可以有蹦的回来的，有声音，干净很多。对，之前会这样吱吱吱，听起来就很讨厌。好了，耶！也没想到这个我也会。哦，对啊，我会，应该大家也会。会。一颗还是太占用了。对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均匀涂上去啊，不用太多了。其实如果太多也没关系啦，因为躲在里面其实看不到。如果你没有那种要顾等漂，其实我们这样连起来不用太多压下去，它干扬在里面就好了。对啊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的，我们算成功。没有，这是什么？唐意思啊？哦，哎，这就难弄啊啦！三天再告，哎，好蛮帅的啊！他会逃走，他会逃走。好，耶，完成。
耶、yeah。